在这儿看见你了，感觉像是做梦一样。也许这就是做梦了。林恒宇，我做你女朋友吧。怎么才能回应他这种热烈的感情啊？奔向他，别怂啊。我其实写了很多告白的话，但是读着就怪尴尬的。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下去。叔叔，我希望你允许我们两个在一起。我也希望。我相信无论即将经历什么，在一起的这一刻就是永远。小林啊，哎，其实呢，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能够一直有这样安稳的生活。你能不能保护好你自己？这不是有你保护着我？楼底下不就有超市吗？那不是贵吗？不该跟我过这样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。我们能在一起多久？一秒也叫永远。别再来找我了，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。可我还是好想你。但是现在我们要分开走了。